因为疫情的关系，才看到来市场采买的民众拢有挂嘴啊。不过，以传统市场的现场状况处理较济，有的单是伫咧公有市场的外围属于开放的街仔路上，头家甲民众虽然拢有挂嘴啊，但是要落实实验者啊，佮处理较分流管制以及量体温，敢那有淡薄困难。我们还没有采单一出入口，我们现在还是在配合我们台南市政府市场处的完善防疫措施的计划在做，现在还没有到这样子，只是说我们都在每个出入口都我们都会有量体温，都会有喷酒精的消毒的动作，而且在我们自己摊商的要求，会员自治会会员的要求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量测摊商的体温。真侪民众原本每天拢会来食菜市啊买菜，但是因为现在疫情升温，真侪民众只好出门一概将所有物件拢买齐，因此袂少单啊嘛拢受到影响。大家都有危机意识啊，反正他出来一次以后就全部买足了，然后不能每天来。我们市场方面是当然是说，我们每天的来客数多才好，不是一天多就好了，是平均的每天多，这样对我们市场的生意是好的。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对我们生意是影响蛮大的。防疫转动完，市场内底人员以及大家拢努力来共同防疫，民众唔免过度烦恼。南投新闻台三加里采访报道。